在 CJ 电玩展上，模特儿个个貌美吸睛，蔡慧更是其中的风云人物。我叫蔡慧，我做模特差不多有十多年了。蔡慧今年31岁，是浙江象山人，从20岁就开始走秀，担任模特儿的经验超过10年。不过您相信吗？这个漂亮有自信的女子其实是个聋哑人士。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的模特，只不过听不见而已，其他就跟大家都一样。我叫潘老师，从工作上来身上应该也不会影响太多，因为像模特的话也是在走秀，在展示，工作还是很专业的，要不然也做不了那么多年模特嘛。蔡慧不因天生缺陷自卑，她毅然报名超模选秀节目，展现超强学习力。为了争取拍摄机会，甚至光脚拎着高跟鞋在大马路上奔跑，努力不服输的举动让评审无不佩服。蔡慧，大家加油！我一开始是没有想到蔡慧会是那么凶猛的一个人。如今的蔡慧和7岁的儿子生活幸福美满，但他表示要吃模特儿这行饭，家里刚开始其实很反对。平衡事业和家庭两件事情本来就是非常困难的，但是家人们现在很支持我去工作，因为我通过我的决心和努力让他们看到我的价值不只是在家庭。因为家人的阻挠和沟通障碍，才会一开始处处碰壁，但他把吃苦当吃补，如今也成为了处变不惊的 T 台老鸟。我自己觉得我非常热爱模特这个职业，因为它能展示我最阳光的那一面。我有过很多次想要放弃，但我经常劝自己要学会带着感恩的心坚持我的梦想，就一定会实现的。心理表情加上肢体语言，镜头前的蔡慧绽放着只属于自己独特的自信与魅力，在热爱的模特领域发光发热。记者李廷伟、唐泉综合报道。